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B 组 Gaish。那我们这组这次可能说是相当的惊险的，然后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很精美的包装可以秀给大家看。那我现在就简单就是大家，我们这组大家就稍微自我介绍一下，名字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海亚，然后这边是担任企划工作，然后这次有负责一些像是音乐剪辑啊，然后还有影像处理的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蔡阿松。那这次主要负责的是城市的部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蔡阿松，但是里面负责一些杂物吧，对。好啦，一些简单的城市，其他部分交给这些厉害的队友，谢谢。我叫依依布，然后我负责二点零处跟广告。我是 Gavin， 我负责角色的设计跟制作。我是梁明杰，我负责的是一些场景背景之类的。好，那个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可能不要多说，直接就从游戏开始说吧。游戏和老故事说一说。那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故事，然后就是那个小朋友他们非常好。对，我们是希望能够常借由这个故事来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游戏他想要做的是，就是让这些让我们能够聚集起来，然后一直发挥更大的力量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的名字就我们普通字赞助所说的，它叫普照，普照就是佛光普照的普照。我们的角色基本上有两个形态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下面这只小只在移动的。那么地上有分好的跟坏的，那好的呢是头上有金色的，那坏的是红色的。那红色的它会去把黄色的吃掉。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好地藏 聚集起来，然后发出更大的光芒，让小朋友变得更快乐、更幸福这样子。那我们两个模式下，现在这个正方形模式它会帮黄色的加速，可是现在感觉他们快死光光了。我们先变成红色的来发射一下这个螺旋三角形，那这个打法的话就会把它消灭掉。这都不见了。有点打不到手，还有点差不多。它支数累积够多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第一层出来。那我们那个努力过关一下，女的就会躲到里面去。他们会用障眼法。我说躲在佛祖后面，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我们。他们往另外的方向跑掉，表示我们的人都被他们吃光光了。那我们要加油，因为现在把月亮到上面了，我们要赶快在太阳升起之前过关。变聪明了，故意变这样子，加油啊！好，第二层了。那原本有音效，但是好像怪怪的，又死翘翘了。啊，有好小声，那个音的声，我放大一点看看。啊，有。他那个一就是，就是那个恶心的地藏王跑出来了，就是隐隐隐隐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就是他其实会有一点恐怖的样子。啊，我们快要成功了，脚再坚持一下。
过程中，我们来插一尊。哇，成功了！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结局，我们大地上跑出来，然后我们就顺利的。那展示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